当谈到五虎上将时，很多人会想到忠义无双的关羽或脾气暴躁的张飞，因为他们都有辉煌的战绩。与他们相比，赵云的战绩显得平平无奇。然而，如果要进行一个最受欢迎的人气排行，估计赵云肯定会名列前茅。毕竟，他拥有众多忠实的支持者。赵云是蜀汉重要的将领。 所有热爱三国历史的人都会喜欢他。他穿着银白盔甲，骑着一匹白马，手握长枪，这样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此外，赵云沉稳的个性、高强的武艺、勇敢而聪明的策略，以及忠诚无比，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尽管军功方面，赵云无法与关羽、张飞、马超和黄忠相比。 人们不禁问道：“作为一名将军，战场表现平平，为何还能在后世受到如此喜爱呢？”或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：完美。赵云被誉为那个时代少数几位具有完美将军形象的武将之一。相比于关羽自负、张飞冲动、马超暴躁和黄忠年迈的形象，赵云的形象与众不同，更像是一位全能的儒将。 德才兼备，展现着无与伦比的威严。正是《赵云别传》中只给予了赵云简洁的描述，身高八尺，身姿高大伟岸这样的描写并不够生动。于是，小说和评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更加详尽的描写，使得赵云的形象更加立体，将他白马银枪的英俊形象深入了人心，甚至成为了一种经典形象。 赵云展现出了卓越的谋略和勇气，他总是能够超越他人，洞察事物的未来。他冷静理性，勇于直言不讳。在三国时期，赵云两次向刘备提出劝谏，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。其中一次是在东吴偷袭关羽而导致其不幸身亡后，刘备得知消息后深感悲痛，决心要发动战争报复。 众臣都不敢出见，唯有赵云敢于进言。赵云劝谏道：“国贼是曹操，不是孙权。一旦我们击败魏国，吴国自然会向我们投降。目前曹操已去世，曹丕篡位，我们应该利用人心的不满讨伐他们。而且，一旦我们与吴国开战，很难停止战争。然而，刘备因愤怒冲昏了头脑，没有听取赵云的劝告。” 执意要攻打吴国，结果遭受惨败。后来，刘备与刘璋决裂，开始讨伐刘璋。刘备攻下成都，平定益州后，有大臣建议将所获得的房产和土地赏赐给立下功勋的将领。赵云听闻后，立即上谏道：“现在还不是稳定的时候，只有在天下安定后才能这样做，这才是正道。”益州的百姓刚刚经历了痛苦。 应该将土地和房屋归还给他们，使他们安居乐业，才能获得民心。刘备接受了赵云的建议。作为一名武将，赵云最出名的战役莫过于长坂坡之战了。那年，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讨伐荆州，刘备无法抵挡曹操的攻势，溃败南逃到江陵。在长坂坡附近，曹操派出的骑兵追赶上了刘备。 刘备匆忙逃亡时，有人告诉他赵云投敌去了。刘备断然回答道：“子龙不会离弃我。赵云在曹军阵中表现英勇无畏，可谓无敌。他七进七出，永不可挡。最终，赵云浑身是血回到刘备身边，怀中抱着安详睡眠的刘禅。赵云不仅勇猛无比，而且胆识过人，在汉水之战中。” 赵云只带着数十名骑兵，敢于直面曹操的大军，在敌军阵中不断奋战突围。曹军将赵云围困在蜀军营寨中，此时营门却突然大开，这无疑是赵云下达的指令。曹军感到困惑，怀疑赵云设下伏兵，于是急忙退回。与此同时，赵云指挥将士击鼓，震天的鼓声响起。 紧接着下令用弩箭向曹军射击。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曹军手忙脚乱，甚至出现踩踏事件，许多人不慎掉入水中溺亡。次日，刘备前来视察，不禁赞叹道：“子龙真是英勇无比，品行正直，忠于责任。”古人常说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，那么当赵云面对美人的引诱时， 他将做出何种选择呢？赤壁之战后，刘备平定荆州，派赵云处理相关事务。投降刘备的太守赵范有个美丽的寡妇樊氏，赵范打算把她许配给赵云，成为亲家。然而，赵云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有人曾劝赵云接受，但他回答道：“他刚刚投降，我们还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。” 何况天下美女有很多，赵云坚持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后来赵范找到机会逃走，但赵云并未受到任何影响。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，人们对赵云的评价始终一致，都是正面赞扬。而赵云之所以受到后世人如此喜爱，与他忠诚负责的品行和稳重平和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。回顾赵云一生，他虽然勇敢而有智谋。 但一直担任刘备的护卫，很少有机会上阵杀敌立功。一个堪称完美的将军，终其一生未受到重用，而他本人似乎也没有怨言，这让后人为他感到不平。从侧面展现了赵云的人格魅力：赵云忠诚、低调、责任感强烈的完美形象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臣子的定义相吻合。因此。 他被作为模范树立起一个榜样，就像武圣关羽和圣人诸葛亮一样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爱的三国武将，就像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么，在你心中最喜欢的三国武将是谁呢？